来不及，来不及了啦，死掉了啦！你不要让我分心啊！你好吵哦，哪有人追剧用嘴巴在追啊？哎，要出门是不是？对，但你今天不用跟。不用跟哦。你不要高兴的这么早，虽然我放你一天假，但是你还是要好好追剧，对不对？然后交前三集《天巡者》的新的报告给我，就这样。只要可以不用跟着你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新的报告记得放在我桌上。不对，这个人那么小心眼，怎么可能对我这么好？一定炸！干嘛？吓死宝宝了！大事不好了！对对对，怎样啊？事情不好！这个，你知道这个吗？这个知道啊，就你跟天晴去出差的时候收到的啊，啊就一户一份啊。那你有签吗？这么厚康的事情，傻瓜才不签嘞！我跟你讲哦，前十名签的人哦，可以参加摸彩，还有送礼券哦。哦，这辈子哦，我发票都没有中过奖，我摸彩摸到3000块。哦，林逸书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收集到几份同意书了。你在我房间干什么？桃花姻缘符，马上就有机会派上用场了。有空吗？一起吃晚餐。不要去，不准去！算了，你想去就去吧，是不要去好了。我看这个饭局啊，等于是相亲大会啊。你有女朋友了吗？哦，没有。太好了。你为什么要一直留在饭店？小心这一世。不要再辜负苏菲亚，你得到真正的幸福，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心。